因为这是属于伊甲我，也佮有米姑三个人上有意义的所在。孙山。带伊来遮，是安怎要带一个无关系的人来遮？阮姐是凭什么？是安怎你即马都袂记？我才是这个世界上对你上好的查某人。今天是小雨的生日，又会来遮庆生，伊一定感觉足感动的，因为这是属于伊甲我。还有米姑三个人上有意义的所在，孙山。带伊来遮，这属于咱三个人的秘密，你哪会用安尼做？自细汉到大汉，会当替你庆生的，敢若我甲咪姑。是安怎要带一个无关系的人来遮？阮姐是凭什么？细汉时阵的回忆，你拢偷表演给伊看，都是为着要让伊欢喜。那你我甲咪姑咧，阮过去是安尼用尽心思伫咧让你笑，不过是安怎？罗安姐对你拢无付出，伊拢无需要拍拼。对当得到你这么欢喜的笑容，对当有你对伊这么好，明明过去咱三个人有约束，虽然咱无血缘关系，也毋甘咱永远是甘命、甘心，命运白做伙兄弟姊妹，是安怎你即马都放袂记啊？袂记的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甲咪姑才是真心真意地对待你。是安怎你即马都袂记的？我才是这个世界上对你上好的查某人。你哪会安尼对待我？Happy birthday， 陈明玉。也毋过我想，即马你已经无需要我送你的蛋糕啊。